阿弥陀佛，这只鸡顶世人一定把他的人放火，这世人才会来给你吃掉。什么狗屁事啊！我阿仔啊，你刚刚怎讲啊？你就是听不入去。哎，全天下有喊你最好的时间，中路就是无人伫个这個比赛用过嘛？为什么？评审无介意嘛？你搁知影啊？我带着这届评审都有人会介意啊。就算真正有评审会介意哦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李可欣哦，伊是要用松露，啊，佮有枫糖这两项物件加做伙呢。那就无特色啊嘛。而且哦，你敢知影？俊杰竟然甲我讲，我袂当因为讨厌可欣的为反对而反对。哎，我敢是这种人啊？是啊。哎，你是无好。丁静。哎呦，我是真正就想要替公司摕到一届金牌奖呢。而且李可欣的提案也真正足厉害，我一定听的，好不好？你的心情我会当理解，也不过俊杰即卖压力一直足大啊。李俊豪逐工都爱伫个公司来针对伊，啊，佮加上迄个哥哥在上阿妈反对伊家己做伙，你哦都莫佮加步啊，听恁总经理的话去做就对啊。我们这阿仔，你一定会输的啊。我起来，你是输到这菜车第一帅，回到三江啊！真是啊！兄弟，你真无够意思呢！为美国转来拢无讲一声。是的啦，不要紧，英啊，你若是愿意哦，请我食饭啉酒，我都原谅你。不过我即马工课足多，爱无闲做晏咧。不要紧，我等等你啊。卖好啊，等我即阵啊无闲工课，无闲耍，再搁看卖好啊。好，无你先保养。哦，好，我知。对了，兄弟，最近领导的代志，你家己爱保重。好，我知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妈无介意我甲市场的人加上我。尤其是伊凡爸，又阁是害死阿哥的凶手，为了妈，我也是暂时卖去了阿妈生气好啊，阿若无时间，又阁害着妈。我感觉这客人甲较早敢那无啥共款呀。有啊，我嘛感觉伊最近怪怪，我伫约伊见面，啊，毋过伊拢讲足无闲的。这真好理解啊，俊杰压力就是太过大，而一个人呢，只有二四点钟，伊该伫个事业有表现，啊，伫个厝该做一个乖巧友好的囡仔，啊，即摆恁呢，再搁叫伊做一个随口随到，袂当有心酸难表甲兄弟，敢袂当小体谅伊一下？唔是啊，我都随口随到，我只是我都理解，要唔过哎，伊是男女朋友呢。迄无多讲心事，啊，你做有啥物意义啊？就是讲啊，我嘛是安尼认为的，两个人做伙哦，就是要互相陪伴、互相安慰啦。我参像你啊，姐，佛系恋爱嘛，对正祥想要放心嘛啦。啊，伊伫个香港出差，是毋是无打电话互你啊？没有。欸，你想哪啦？面色足歹看的呢，啊，三不五时想要吐，想要吐。你是不是肠胃炎啊？不是啦，有心啊啦。哈？是讲啥？无代志啊，免烦恼。哎呦，奇怪咧，我西人最近是安怎啊？是不是衰神附身？不管做什么代志，都无啥顺利吼。还是恁哦，我无。虽然我今麦身体也无爽快，不过我是感觉足幸福。
受罪的人就是我，像是我妈现在想不起用过，就连我妈都差点嘛赶快离家出走。兄弟，今天咱两个人哦，心情都无啥好。我安尼好啊，明仔哦，咱三个去约会，好不好？人总我嘛爱去啊，当然是看你一个人够几可怜啊。你食饭？我迄饭拢你的。我嘛无饭。紧退超多出啊！哎。家具先备起来，好。秀长，这里还领金啊，就没关系。那是我领金时阵哦，都没发过啊。看风吹，自由自在，伫天顶飞哦。迄快乐的模样，真正让人足心酸的。那是因为有人啊，辛苦甲双扭掉的，在风吹哦，你才能飞上天，才算是快乐。这山丘人同款啊，有人伫你背后支持这一切，你才有法度无烦无乱的活。你是讲啥？我讲啥啊？宝莉。啊。喂喂，我来不袂起来啊！喂，啊！你细汉时阵，敢不是放风吹滚滚？啊，今物哪放袂起来？哎，细汉时阵甲今物哪有相共啦？啊，是倒位无共款？化妆机吗？喂。细汉时阵哦，我定想讲，若是长大汉，那是偌好个代志。啊，想要到大了，还是感觉还是细汉上好。是倒步，陈一凡。莫阁讲啊！我叫恁大家哦来放风吹，就是想要改变咱的心情。你看伊多愁善感哦，伊用着我呢。安尼小等下，我披萨拿来，我全部食了了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是安怎披萨？哇！今仔想到就就多的呢。放风筝加野餐的餐具哦，咱细汉时阵赶快。嗯，太爽了啦！今天有些砖头的儿时回忆，嗯，那是你的儿时回忆，我的儿时回忆，你都是吃水饺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看你吃披萨的时阵啊，我都唔敢过提。你是干啥？惊你啊！我你是袂记啊？你虽然是下白白呢，啊唔对，你怎以为你下白白？那你为什么时阵开始唔惊我啊？高中的时阵吧，那个时阵哦，我就发现。发现啥？发现哦，我比你更好咯，我咧惊你个啦。无聊。嗯？啊？喂？哈，今天是假日呢，看不到等上班的时阵才去处理。好啦好啦，等我一下，我两个在公司。公司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有什么代志？就李可欣啊，跳过伊啦，叫我今麦等伊加班。哎，你有放假权利呢，卖插伊啦。卖插伊啦。没个啦，我全部简单叫调动来总公司呢。
我无想要阁予伊有理由找我的麻烦。啊，大家继续吃哈，我先等下公司啊，拜拜。喂，小，饮料，你的饮料，卡细你啊，饮料，你的饮料，你的饮料，好啊啦，饮料啦。